在家里就是说没有休息啊，都没有休息。你就当嘛，我做半年，他们不给我休息一个小时呢。现在抱怨呢，我可以放出来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在上一次拍摄的幕后花絮中呢，其实还有后续哦。每一个企业或地方的背后，总是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，洗头店也不例外哦。就在强尼带大家走走看看的时候呢，发现了这个角落里竟然有这样默默付出的一个人。接触后听到他的故事，真的是很值得分享给大家，所以大家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看，说这位人物他到底分享哪些故事，说不定也蛮有趣的哦。Let's go。那现在是在三楼，我真的没有上去过哎，我们来看这里到底有几楼好了，跟我一起探险。这里是 VIP Luxury 哦，四楼，我可以进来拍吗？老板会不会生气？我们来偷看一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你会说中文哦。哦，四楼是他们的洗衣房啦，阿姨在这边这样子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都在这里就对了。啊，他那个按摩就只有到楼吧，三楼而已。对对对，哦，阿姨很厉害耶，但是要丁中这么厉害。我以前很多在台湾的。你有在台湾？台湾哪里？台湾哪里？在高雄。十年。十年。十年。对。哇，那那里的工资高吧？嗯，不会很高，因为我以前那边是照顾老人的。哦，照顾老人的。哎，好意外哦，没想到可以访问到那个会中文的。可是回来这里工资不高啊。还好啦，还可以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、哦！看你很漂亮，应该买有买房子哈、哦。回来有没有买房子？有啊，有、哦、有买房子，有那个啊，我的小孩两个都有读书到到什么大学的哦，有一个现在大学好了，嗯，出来工作三年四年哦。啊，有没有送去台湾读书？没有，他两个都在越南。啊，去台湾可以把他们带去台湾玩啊，旅游啊。要等我捡一点哦，钱财自己赚嘛，自己赚钱。钱财还可以。哦，那你很厉害，哎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也是台湾人啊。啊，我来拍 YouTube 啊。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阿姨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那你住台北吗？还是？对，我在台北读书。我以前在高雄后来工作。哦，你也有在台北读书一年？没有，读书工作。去工作一年啊、哦！啊，台北好还是高雄好？台北好，高雄没有下雨哦，通通都太阳哦。对对对，太阳多，然后玩比较少一点点哈、哦。太阳很大。啊，台北那个来那里，台北就很忙工作，就没时间出去外面玩。怎么没有找台湾男朋友一下嘞？没有，因为工作都很忙啊，还有那个我以前在高雄是照顾阿妈的，阿妈跟那啊对啦，你都在那个叫做安养院的地方，你没办法出去。在家里的哦，家里看护那种的啊。那没有休息啊，一个月都没有休息。怎么会？我们家以前也有找印尼跟菲律宾的，然后他们礼拜日可以放假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，我在家里就是说没有休息啊，都没有休息。你就当嘛，我做半年，他们不给我休息一个小时呢。现在抱怨呢，我可以放出来了。后来我的儿子来那边工作，后来我跟那个小姐说，小姐你我很以前很久的我工作在这里那么久了，现在我的儿子来工作了，你给我放假一下，这个过年你给我放假一天两天都应该有吧？应该有吗？没有啊，还是不给？他不给我，好坏哦，他都不给我，他们都通通家人去玩。所以你儿子有去学有去台湾工作？我儿子在台南工作。哦，台南哦，东西很好吃哎。你想到台南，你想工作？对啊，东西好吃对。那个。阿妈
阿妈家家里的，我跟阿妈，我的人生，成绩是了，因为通通人家去玩。啊，我开个玩笑，那个你照顾阿妈生气，你有没有偷打阿妈？没有，我很疼她，不会。对，我开玩笑的，看得出来你很好。因为我做过她半年了。嗯。什么东西都知道。对啊。说那个她不给我休息，你看。一天我说我就来了，你给我说是明年我九年了，就我就回归我不工作了。他说不行呢，好了，他们通通不去玩，我给阿妈说那里我就跑掉。怎么这样子？原来这你看感情是这样哦。对啊，以前啦，以前因为后来规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你们都可以放假，可能一个月有四天吧。你知道吗？我很辛苦。我做那边半年都没有出去玩过，怎么这样子？因为他们不给我休息。那你要不要去台湾玩？你有 visa 吗？你可以去。哎呦，可是现在老了。不是啊，你现在去台湾玩可以去吗？后来我跟你讲啊，我读半年好了，就他不给我休息，我就跑掉。啊，真的？在台北一年。你跑掉啊？哎呀，这个可以拍吗？你跑掉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握过握，然后他 too tight， 他 go from。真的了，我是说。对啊，阿珍可以。我是心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不会说不好啊。是啦，是啦。是真的。嗯。后来他给我，他不给我休息，我都想，他通通。我觉得不休息太过分了，是真的太过分。一天都没有休息，一个礼拜通通都不休息的。人家看到我就每个就给我东西吃，吃都胖胖了。哦，胖胖了。原来他们看我很辛苦，人家宝贝都说，哦，你那么好，他们为什么不跟你尝试？对啊，对，好好好，我等一下要拍啊。那个，你可不可以去台湾玩？我最近有带越南人去台湾旅游，我付钱呢。啊，我跟你拍影片呢，去玩。但是你可以去吗？谢谢你，现在我跑掉了，不能来。啊，不行，去台湾了啊，因为那个啊跑掉哦，你是真的犯法哎。我是真的了。啊，不过他太过分了啦，是他太过分哦，大家要照顾一下啦。以前可能法规没那么严格，所以大家不知道。哈哈，阿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那个台湾人，是叫阿香的。阿香哦，阿香姐姐啊，我很多朋友都叫阿香。香味的香啊。对对对，阿香，好，那我去工作了哈，我要继续忙。好，谢谢，打扰你了，我乱走乱走，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啊，干分子干分钟。